上。打火机找不到了，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是被你拿走了，是吗？那你给我找回来好不好？找回来就给我去，把打火机给我找回来。不给我找，不给我找，我不能给你好吃的。你去给我找回来，行不行？给好吃的啊？好啊，好，那你去给我找回来去吧，去找回来，把打火机找回来。呀，真找回来了，真乖呀。那好吧，那转个圈圈吧，转个圈圈。哎，好乖，好，奖励。真乖呀，大宝贝。Lucky， 我们现在今天做一个抢答题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家来坏人了怎么办？开始按铃。好，你抢答到了怎么办？咬他呀。没有范范了，一会儿去给你俩买狗粮去啊。然后你哥比较挑嘴，我得带他去，你自己在家妈妈经过不了俩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那你也要去啊？是吗？是不是？是点头啊，你也去啊？不行，妈妈领不了两个啊。领你哥哥去，你搁家听话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搁家听话，听话妈妈给你买好吃的，买肉干行不行？行吗？买肉干就可以了，那么馋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干嘛呢？看看来，哎呀，快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转圈圈，哎，好乖，好趴下，哎，握手。